监视器拍到一辆厢型车从左边窜出，完全没有刹车迹象，直接就往路口冲，造成停等红灯的四辆车无辜遭受追撞。带你来听现场被撞车主怎么说。你知道他就突然冲出去就对了。对啊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冲出，然后撞到他。哦，所以老师这一台撞到前面两台，对不对？三台。他酒驾，然后撞我，然后我再撞前面，前面再撞前面。哦，本来你们是停红绿灯吗？还是？对啊，哦，他是直接从侧面这样撞过来，对不对？从我的正后面撞，正后面撞了。好，这车祸呢就发生在苗栗竹南镇，18号中午11点多，一辆厢型车行经路口失控，向前冲撞前方停等红灯的车辆，造成四车相撞，两人受伤，还好伤势都不严重。本次事故造成两名驾驶全身擦挫伤。经了解，驾驶皆无饮酒情事。那警方呢？事后经过酒测，确认肇事的跟被撞的通通排除酒驾。那详细肇事原因，还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。